七，你算是干嘛呢？一，我是晨曦，咱别想不开，别闹啊，回家了，咱别想不开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个儿好歹比你高点儿，要是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，落不到你脑袋上。 你怕什么呢？你怎么不理我呀？我给你发毒誓啊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，除了我爸之外。咱这么笨想啊，如果说我们家人知道的话，我妈头一个根儿起不能让你住我们家，对不对？回来，你别傻了，你要做点傻事儿，我告诉你，我活不了。 你别闹啊！我不管你因为谁的女儿，我不可能因为你的身世变了我离开你，对不对呀？咱得这么想，是不是？你这么想，什么事都想开了。放开我，晨曦！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不放手，我真跳下去了！放开！啊，我放，你自己回来，你自己回来。 去哪儿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个傻子呢！哎呀，什么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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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傻呀你！我的妈呀！我还不想死！哎呀，你不想死，你早说呀！晨曦，你这么重，我怎么拉得了你？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你简直！哎呀，你气死我了你！你还有理了？你还气死了？ 快吓死了！都是成年人，做事能不能想想后果？你不想死，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我就想安静一点。你安静，炸死我了！你要安静，你要安静，你站那儿，你想没想过，你掉下去怎么办？你掉下去你就傻了。那里边深不浅，你下去你这你淹死了怎么办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要出了点事儿？ 你要真死了，这些人怎么办？全世界那么多人爱你，你得让我们难过死，心疼死是吗？临时冤就会难受死。是现在咱还不知道到底你是他亲女儿还是他是你真爹。那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拿你当亲女儿带了20多年。你真出点事儿了怎么办？我爸我妈得难过吧？就因为他们做了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儿，好丢了一个好儿媳妇儿。 你让我爸我妈下半辈子怎么办？我奶奶是不是得难过？你走了，谁给她做刀削面？你让我奶奶后半辈子怎么办？你让我奶奶晚年怎么幸福？那你呢？你就不心疼吗？我当然心疼。可是我更生气的是，我怎么能爱上这么笨的一个人？太笨，多大点事儿啊，这么点风浪都过不去是吧？一呀。 人这一辈子啊，风风浪浪，大的去了，多了去了，怎么办啊？不熬了，啊，不游了，不往前挠是了，一个浪把你拍死，我告诉你，还给个屁的爱人幸福，你有病啊你！是啊，一个浪怎么就能把我拍死了呢？晨曦，你就是个傻瓜。 傻瓜的话你也不带听的，走吧。哎呀，傻瓜腿都软了，傻瓜不陪你玩了，得好好休息了。晨曦，幸亏我身边有你，我太幸运了，谢谢你，抱抱。
抱抱。还不跟你抱？不跟你，不抱你。